我哋今晚嚇嚟到米埔，其實就係我哋可以做一個水鳥嘅研究工作啦。為咗幫啲雀仔裝上一個追蹤器，咁嗰個追蹤器咧就會利用人造衛星系統啦，俾我哋知道啲水鳥嚇佢個出沒嘅地點啦，嚇佢遷徙嘅路線啦，嚇佢幾時喺邊度會出沒啦。咁呢啲資料咧，其實對我哋去保護一個雀仔嘅水鳥嘅地方咧，係非常重要嘅。咁大斌話佢呢幾年咧，佢嗰個數字跌得好快。呢只雀咧，其實俾我哋啲專家咧，其實都評為一個叫做瀕危嘅鳥種，即係話絕種嗰個機會咧，其實都相當高嘅。